早安，大家好，我是博客老师，欢迎收听职人早餐会 EP 二十七，用一杯咖啡，一个话题，半小时的晨光，让我们一起聊聊每个职业背后那些看不见的设计甘苦今天邀请来跟大家一起喝咖啡的是凯印摄影的林福明摄影师，还有我们的阿汉。那福明可不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大家好，我是凯印摄影福明，啊，火影小明福明。 大家好，谢谢福明。那阿汉，我们好久没有出现了，来跟大家打打个招呼。嗨，我是天寒设计。阿汉，<laughs> 谢谢谢谢两位，今天我由我们三个人一起来聊聊。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我们想要聊一聊摄影。好，在这十年来，它慢慢的一个演变。那尤其是一个呃，以空间摄影师为主。那他这十年来看了很多的设计师啊、建筑师，他们对摄影、摄摄影作品的要求有什么样的变动？那其实随着技术进步，那我们也会聊到呃，这个影像 AI 各方面的处理。对于呃，摄影师这个角色，他在处理作品的时候。 哦、呃，到底有出现什么样的变动跟挑战？那我相信这些都是非常精彩的。那在我们开始呃介绍我们主题之前，我想请福明先花两三分钟介绍一下自己。好，谢谢苏林，然后谢谢天然设计。哦，我我是福明。那、呃。 接触摄影这段时间哦，也是很久了。然后跟天寒设计啊、苏宁我们都是以算是老战友，然后也合作了十几年有了。那我早期呢是从商业摄影啊开始，然后一直做，然后资历也差不多三十三十几年了、哦。那早期最刚开始的时候是，当然都是底片时代。底片时代，我那个时候摄影助理开始。 然后就是从暗房开始洗照片，然后到拍底片、拍正片，然后再再转换到数位，啊，数位时代、数位摄影的来临。那现在已经，哎，又有一个趋势是到了 AI 影像的来临，对，所以说这个几年来的一些转换啊、一些转变啊，那从这个时候我们都看得到，哎，这样子。那早期那个时候是最早的时候是从 呃，拍杂志，其实杂志不是只有空间杂志，其实是早期的时候，我们拍底片的时代的时候是，是是从外销杂志，所谓外销杂志就是一些呃商品啊、电脑、电脑之类的外销杂志啊，那时候开始，然后拍拍起，然后拍完以后呢，正片，然后要去冲冲片，然后再再进入印刷，所以说那个时候是一道的一个纸本印刷。 那纸本印刷的时候，然后就开始演，一直演变到所谓的呃数、欸、位时代。那我印象中最清楚的就是说，呃，底片时代转换成数位时代的这个这个阶段。那当然，早期那个时候底片已经到了很很所谓的进步，也很精进的的一个一个一个趋势的一个最最饱和的时候。 但是呢，数位的数位时代的来临，数位影像，但是数位影像那时候还是没有那么样的，呃，还就是几百万画术，然后也还没有说很画质各方面还没有。那那时候就会引起很多很多的质疑，说，诶、欸，这个数位的科技数位会去取代底片吗？哦，那很多的质疑，那很多的一些不信任啊各方面的。但是事实上，它就是会会取代。 这个趋势就是终于就来临了，那我就是面临到这个时候的一个也也也也是有也是有接触到这个一个阶段。嗯、其实我们以现在事后来看的话，它就是很实质上就是取代了嘛。啊，我记得因为早期我也有玩一点点摄影，但我没有那么专业。是，然后我们早期知道的就是很厉害，就是比如说你控 Canon，然后 Sony 那时候才刚开始嘛。是，可是现在你讲到说要录影要什么的，其实。 大家几乎都会先推 Sony 这个品牌，可是如果你今天早二十年问它可能是个还没办法放上台面的品牌。是。那我记得认识福明，刚刚讲到从平面摄影开始，对我好像最早以前我是因为那个要要上《幸福空间》杂志的时候，<是>啊，因为我我平常没有认识摄影师嘛，我请《幸福空间》杂志社那边说能不能介绍一位你们觉得很不错的摄影师推荐给我，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我才开始认识福明。 哎、欸，我们认识应该有十三十四年喽。对对，我我记得有哦，嗯、最早时候。<有>那我其实今天会来邀福明过来，是因为，嗯，我觉得这个摄影的技术跟作品的改变，哈，有时候就讲世界设计师的作品来讲，我我们自己身在其中，有时候不是这么明显的感受，但现在的技术应该是明显到都不可能完全没感受啦。 然后，但是我印象很深刻，大概在八九年前吧。那时候，福明来拍我的作品，那时候是在木栅正大一街二街，那时候有一栋独栋别墅。福明拍完照以后，跟我书林讲说：“哎，我觉得你的东西好像越来越容易从照片上看出是你的作品。哎，你的用的材料跟照片的有一些特征哦，我一看就知道是是你你家做的。你知道我那时候的心里在想什么？” 其实我觉得我完全没这种感觉啊！我我觉得我每个作品都做不一样，都配合客户打造不一样的风格跟内容。怎么会？你看作品就知道是我的。可是你那时候很明确告诉我，其实让我心里面想的是，可能我自己的有一些惯用的手法，或是选择材料，或是配色，或是某些东西，我不自觉。可是其实从旁人的眼中，他已经看出我每次都在用同一招了。 <laughs> 都在用同样的招数，所以一看就知道，哎、欸，这就是苏林做出来的东西。嗯，坦白讲，或许是说我们拍久了，当然是我跟很多的呃设计师都有合作，然后也都合作,合作了很久。那呃，苏林当然是我们已经有合作的一段时间，然后在这在这个当中，我们都会去观察，也会去洞察说，说、呃、哎，每个每个每个设计师，每个设计师他的他的特点，他的特征。 那这个坦白讲也是，就自然而然的就是这样这样讲出来，也没有特别的去说，就是一个感觉吧。哎，没有说特别的说会有一个设定或者是什么的，就一个凭一个感觉就这样子就、呃，就脱口、er、而出，然后就说，哎，这就好像就是苏林的一个风格。对，但是你你可能是一个普通的感觉，可是对我来说其实是不普不普通的感觉。觉得、哦就是、哎，居然我们可以有一点辨识度出现了。是，当时我是。 没有办法去意识这件事情好，但是我后来就去思考，哎，也许可能是这样哦。那我今天找福明来聊的第一个部分，也是觉得，哎，这些年来十多年，福明也照了，也在台湾，从上海回来台湾以后，那应该是服务过、照过非常多的建筑啊，或者室内设计的各式各样的照片跟作品集。那我相信，在这十多年来，他应该也可以看出很多不同的一些。 走向就像我们刚刚在聊天，福明说：“哎，他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拍到就是新古典风格了。”那你说市面上是不是没有新古典风格吗？其实也不会，他可能刚好在我们呃，可能双北我们认识的朋友的设计圈里面比较少人做，所以福明就比较少接到这样的任务。但是福明有没有觉得接到什么东西是变多的，或是他的要求变化？也可以跟他聊一聊。是。 呃，就好像如同说，呃，最前面那那那一个阶段，就是说我就，我是从从上海回来最，最最明显的就开始接触到室内跟建筑这方面的一个拍摄。那在这之前，早期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是呃全面性的都会接触到一些商业的摄影、广告摄影。然后到了我记得是两千年吧，我在常住。 常驻到上海那个那个阶段，那个阶段也是因为是有拍一些商品的的一些客户啊，一些，然后嗯，那个时候是一个大陆的风潮啦。台湾不管是摄影师、设计师，都一窝蜂的就开始往前往大陆，大陆热，然后去，然后我是驻点在上海，然后在上海那也看在那边也看到各式各样的设计呀、啊，然后摄影啊，接触到很多不同的层面。 然后也历练了一些经验，然后回来回来了台湾台北的时候，然后嗯就开始比较有一些思思考，就是、说我们就直接专注在于这个室内空间的拍摄啊，跟建筑的部分，然后就一路的就这样子过来，然后就是开始就是那个时候是最盛行的是还是一个书面的纸本，就是。 书面印刷资本就是那个杂志，说平面杂志的呈现是当时的主流嘛。然后开始杂志的一些演演演进，然后到了后来的幸福空间的一些电视电视这个传媒，然后到了这个传媒以后，然后再嗯就开始现在到大,大爆发的这一些自媒体自媒体啊、啊、YT 啊这一些，这样一路这样子过来，FB 啊、IG 啊这一些，对，所以所以这这个整个的一个摄影生态的演进。 然后就是也是从我们这这个时候，啊，我也很幸运，能够是接触到这个这么多元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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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时代的一个我们看到的，呃，在对等于说福明回到台湾这段时间，嗯、也正好是这个我们从静态的平面开始，呃，被重视，然后一直演变到现在整个大爆发到动态短语音啊、长语音啊，然后各式各样。 其实现在连 AI 的表现全部都混合进来这段时间，那我记得哈，以前我听过一些别的摄影师很有名的摄影师的演讲，就是、说在早期大概二十年前哦，很多设计师的要求是，当时是塑造希望有一种情境感。他说几个原则就是，你要是制造那种情境感呢，就是画面不能太清楚，要有点烟，要有点香，就是朦胧美，然后要点个蜡烛。 就会有仪式感，是，然后整个空间呢不能要摆啊，对，还要摆点摆点花，一种白色的花，你就会看起来有有仪式感，然后典雅，然后又有一种空间朦胧的氛围，就是那时候所谓的大师作品必备三元素：是 <laughs> 花、蜡烛、朦胧感。 是，但是现在我们摄影师，现在我们的设计公司在拍照的时候，应该就比较没有要求这些东西了。对对对，因为那我们现在大部分在要求什么？<对>你接触到大家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要求？早期来讲的话，因为我们都是希望让画面呃丰富，所以会去一些布置，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要把把它塑造成一个美的事物嘛。哦，像要美的事物，然后一个视觉，让这张平面式照片看起来，大家。 就是美，但是越来越，当然视觉这个东西是越来越要求，啊、呃，越越来越演进到，嗯，其实就是会拍到，就是说到内心里面的感觉，然后怎么样去散发出来，让人家去感受到，然后所以说我们所谓叫做情境照，那时说那个情境、那个当下，哦、呃，会这张照片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互动，哦、呃，才是一个会感动人。 对，然后就会去揣摩很多、临摹很多的一些，不管我们会参考国外的啦，哈、哦，国外当然是最多，因为摄影毕竟它这个语言源自于国外来的，所以说它有很多很多元，然后我们会去去参考，然后就会早期就是从嗯一个空间里面的一个布置，然后就会有很多的一些道具。 然后道具的一些配配备啊，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的照片里面，也会让所谓的看照片的消费者，他能够产生说，哎，产生一些共鸣，就是说，哎，我的我家或者是我的一个空间里面也也可以这样子的去搭配，就有一种很大的向往。对对对，对然后就会去产生。我们最主要也就是说，让拍的照片拍的让他赏心悦目，哦，美美的，然后这样子来来做一个。 吸引，那就是行销嘛。是啊，而且那时候、嗯、我觉得是不是也是跟当时的传播的途径也是有关系？因为当时主要就不像现在一样，每个人手机 iPhone，应应该说你要拍的清楚。其实现在任何一台手机都可以拍的很清楚，但是你要拍出情境不容易。<对>然后还有就是，呃，现在是人人都可以当到处拍，然后还可以拍影片。可是以当时好十多年前、二十年前的时空背景来讲。 大部分的摄影设计作品的露出都是在平面的杂志媒体上，<對>而且数量很少嘛。好<對>、哦，好像每个月出一本，好、哦，就是只有几家媒体而已。<對>所以每一张照片其实都是必须要精雕细琢的，<對>去布置、去成色、去思考，因为你可能呃这一年的露出机会就这么几张照片。对，然后如果失去了，没有做好了，哇，今年一整年能够曝光的机会就没有了。 不像现在，我还可以在 F B 或是在 Y T 或是在抖音上面到处放。对，当年那个时候 <laughs> 最早时候还是拍底片哦，然后拍底片，你当然底片就不是说，诶像数位这么方便，我即拍即看，我即拍即删，不行我就删掉，我再来。那个时候拍底片，当然是你要一张一张的再去再去看再去冲，对不对？所以说大家都会在这个画面当中就先去思考，先去琢磨好，然后先去摆设好，然后确定的。 哦，笃定了，我们才会去按那一按下那个快门。嗯、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虽然花时间，但是它是一个让呃彼此互动，或者是摄摄影者他去思考的一个我们的光圈那我们的快门，我们的光线啊、哦，它的整个空间的光线，大、啊、对不对？那更要求的是说，呃，这个光线不对，我就不拍，我一定要等到这个光线对了，我才要拍。嗯、呃，这个有时候是很讲究的这一些一些细节啦。 嗯、哦，然后到了，呃，之所以这样子，就慢慢的演进到现在的数位就方便多了，那更更演进到所谓的后置后置端会去做。对，哦、对啊，讲到这个，因为像以前最早期，我记得第一次找摄影师的时候，他是用那个底片拍的，我根本也看不到他拍的怎么样，其实他也不知道。那拍完回去就是一翻两瞪眼嘛，如果没拍好就对对，对对呃、那那那个那一整场所有的东西就。 等于就就作废了，那现在就會变成说都可以及时知道，<对>而且我们来聊聊这个这个器材的演变。我印象中啊，一开始福明，我们在十几年前找福明的时候，他就会带那种很大台，看起来很威的那种一百，听说一百多万的那个相机，對對是然后再砍很多的灯啊，然后脚架什么东西，不知道大阵仗。其实当时我们在呃空间的这个。 场景的布置上也是特别花很多的心思哦。那时候比较流行要一点小一点奢华嘛，所以要有那个餐桌上都一定要有桌布啊，然后盘子要有几层嘛，还有杯子，然后叉子，然后蜡烛，哎，有蜡烛哦，当时流行要插蜡烛跟烛台才会看起来有气氛。然后其他东西也是排很多的东西，在布置以后才能一起来塞这个画面。 那这个画面每一个画面都要调很久很久。哎，我记得那时候在片场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小心在旁边讲话，福明就叫我们安静，因为会挡到他，而且会干扰到。是是那其实现在我们还是很尊重你啊，我们也不会乱讲话，而 <laughs> 在用数位机背。那但是到后来，哎，开始就流行说自然光嘛。对。然后所以福明就比较轻松了，他都没有扛灯过来。然后我就觉得他相机变小台了，好像也有比较用比较小台的相机过来，又没有带灯。 这样子会有比较轻松吗？对对，现在就是说，之前哦，从底片相机以后，然后转为数位，那数位那个时候的哦，坦白讲，那时候设备真的是超贵超贵。那个时候我光那时候是拍用数位机背，然后光那个机背哦、啊，那一颗都是百万级起跳的，然后再加上机身、镜头这这一些设备、灯光这一些。 哦，那时候确实是投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本，但是，而而且不光是这样子，而且是大过一段时间，因为科技的进步，你必须就是要太换，就在一笔，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呃确实是，那就随着这个科技工具的这一些进步啊，这一些演变，呃，是刚才所提到的那一些品牌哦、呃、，nikon，canon，然后到 sony。 那以以前学生时代就是你控是最最最普遍的、啊，再是 Canon 啊，嗯、对。那现在反而是 ony, 哦 Sony 哦，Sony 啊，大大品牌，它以前就是一个所谓的哦，这些电子这一这一些录录影设备是最强的，嗯、呃，现在反而它是龙头，它整个合并起来，它就并购了以后，它就现在现在是变呃还蛮强的一个一个所谓的一个品牌，那、嗯、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眼镜，对。 所以，所以我们也就是在这个时代，然后时时刻刻的去接触，时时刻刻的去不断的去去学习。那只能够说打掉重来，打掉重来。那现在很多设备，很多的这一些百万级设备，现在都变成是我的防潮箱里面的收藏品，<laughs> 收藏品。<laughs> 就是、然后后我也没有卖掉，然后就放在那边。然后一呃，哇，那个真的是一代一代一代的，就让自己。 以后，呃，来回忆回忆吧。有啊，我我我以前，那个我以前在拍照的时候，我最早是用 Canon 的那个四百 D 嘛，三百五十 D 还是四百 D？哦，我记得，我记得。然后我存钱存很久，然后好不容易买那个东西，认真去拍，然后拍拍拍到后面。 我我终于存存存钱存到可以买到六十 D 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好我大儿子要出，D, 我小孩要出生，<对>然后结果我出生，我小孩出生以后，六十 D 就从头到尾都没有用过，哎，全新的，放在我家放到现在。然后我现在想要拿出来说我要开始拍的时候，我们家阿汉就跟我说：“你这种东西已经过时了，对，完全不能用。”我说：“什么？我存钱存很久，哎，然后我都还没有用过，结果现在已经是对于。” 摄影这个时代的用途来讲，它已经是完全落伍的东西，已经被汰换掉了。对，對然后我那时候不死心，还问了好几个人，每个人都跟我说：“你这东西已经是淘汰品了，你还拿出来拍？”他说：“好吧，那就只好认了。”对，其实速度真的很快，<對>而且在拍摄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除了你的工具一直在改变之外，其实我们像我自己来讲，我记得后来就有跟您讨论说，我希望拍的生活感一点，好东西我就不要摆这么多了，我其实想要拍出。 比较随性生活的感觉，当然那时候随性生活的感觉，其实参考像 Vogue 杂志或是一些这种流行杂志，就是我要看起来好像很慵懒、很随便的放，但其实它还是要有经过构图的。其实这个也没有很简单。对啊，到后面我们就开始看到别人说，为什么人家里面会有人走来走去？那我也要，所以我们就开始要求福明说，那我要有那种人的残影过去。对啊，福明就觉得我们很啰嗦，怎么一直增加新的要求？可是，可是其实你从以前的纯平面。 到后面，像现在开始要拍影片，然后动态，大家要做的事情都越来越多了嘛。那我觉得在这样子一个变动下，你对于从这个平面的呈现要求，然后现在开始一直开始要转到动态上面，你有什么样觉得不一样的，或是对你自己在摄影的这个安排上会有什么冲击吗？或是很大的变动吗？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好啊，就是说多元嘛，那也是已经不是单一一件事情了。就是说，它会一个单一事情，然后会再夹夹杂一嗯更多的元素注入注注入进去里面，让一个画面更丰富，然后更让一件事情更丰富。那我觉得这很好，就是嗯一一一直有一些不断新的元素产生嘛。 嗯，对对对，哎、欸，那像像最近我最近最近一个作品，请你来拍的时候，我看已经改用那个 n y 的单眼相机了。<是>然后，哎、欸，你这样相机的规格一直往下的，都越越用越,越简单了。然后我看你越来越轻便了，这样子你这样拍起来以后，而且立刻拍就可以立刻看到。 这样会比较轻，比较好做，比较轻松吗？呃，应该应该是这么讲啊，因为我们那个器材方面，它确实是呃日新月异，然后它的话术啊，它的各方面的已经都工具化了，也比较也也比较轻便。那这这不代表说它就比比较草率，那也也也比,比较简单，那、嗯、并没有。 但是我怕你刚刚讲那个会让别人生气。呃 <laughs>、啊，对啊，对啊。可是你看我，我是消费者哎、欸。我看我摄影师以前是扛百万器材，<coughs> 然后扛好多灯，甚至有时候要拉好几皮箱过来的。现在他只要轻便的一个皮一卡皮箱就过来拍完他。所以我要知道说这个到底是有变轻松吗？其实是没有啦。但是这个我要让福明自己讲啊，因为现在福明跟我说他修图修到眼睛都快脱窗了。 <laughs> 对，现在反而是后置的时间加注在摄影师的身上是还蛮多的。那我是有跟同业的一些同业摄影师的朋友，然后有听他们的一些他们之前的一些讲座啊，各方面在聊。那呃，我们大概就取得一个共识，就是说，其实这个都是摄影，摄影不单不单纯就只是在呃，我按快门拍一张照片出来。那现在。 在这个时代已经演变到说，我拍了一张画面出来以后，我、嗯、进入到后置。我进入到后置以后，以前我们可能拍底片出来到暗房，到暗房里面<对>去用银去那个去暗房技术，<对>银盐然后显影。那现在已经是进入到电脑，哦进进入到电脑里面，那个叫做 P S 哦，在在 P S 在这边再去做一些后置的修图。那后置修图，呃，我。 当然，接下来可能等一下会聊到我们的 AI 的一些 AI 的趋势，到这一些我们都把它统称为就是摄影，对，那它就是都是其中一环，都是其中一环，环环相扣。只是以前是底片时代，是到那个暗房暗房,暗房里面去做去做冲洗，但现在就变成是说我前端虽然。 可呃，即就是现场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影像，可是其实我后面的工作反而更庞大，嗯、我变成是我有很大量的后置要在后面去做，应该就是叫做摄影创作了，变成是摄影创作这样的概念，创造一个形形态。那创造我，我们再讲回来，就是说，那你怎么样去创作一个呃一个画面，是是让自己，或者是是让大家会去所谓感动。当然以前。 呃，以前老摄影师他们在拍的时候，他们是真正的就用一个构图、一个光线，然后一个当下，然后去拍到一张让人家很感动的画面。但是现在的眼镜，当然它的创造就多元化了，创作方面的一些画面就多元化了。那它就，但是它还是必须呃经过很、嗯、一段时间或很长的时间的历练。 然后呢，再发自于内心里面，自己内心里面所所想的，哦、啊，所所想要去发起的一个一一件故事，然后让那个画面是更生动的，让画面是有一种感染力、有有生命的，那就就好像说我们到之前空间会去布置，啊，会去有有插花啦，或者是说会什么，那演变到现在，嗯，拍空间。 反而这些道具锐减了，会不想那么多的一些一些道具啊、哦，会反而是希望在空间里面是它留着一种所谓的情分情境在。呃，那会在相对于会在空间设计方面的一些呃灯光还有材料哦这些，然后用利用我们摄影构图的部分。 来呈现每一张，他对于诶、呃、这个空间的一些情感，所以等于当旁边那些布置品，其实都已经可以在脑袋在，等于说你把这些布置品，其实已经可以在后置去完成的时候，会更追求一开始这个当下 moment 这个原始素材它的纯粹要，要要更加的好嘛？更纯粹，嗯、对，因为就像。 这个这个我就可以理解，我这个讲起来不会让人家生气。阿汉别阿阿汉，这个你就这个我要回答你，我不会让人家生气，因为我现在拍影片拍多了以后，我知道原始档很重要。如果一开始啊，这个原始素材哈、哦，老板讲的不够流畅，后面要修图就要花三五倍的时间，甚至十倍的时间来补回来。所以一开始这个当下的这个素材能够把它取得越好，那后面其实它的费工的时间就会变得短一点点。 是是,是，这样算可以吗？这样讲就应该就不会生气了。<laughs> <laughs> 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我们要来聊，呃，AI 对 AI 影像对摄影师之间造成什么样的冲击跟挑战？那我们就待会来一起来听听看福明怎么跟他跟我们分享他的想法。哎、欸，那我们回来聊。 呃，我这边有个问题，就是像现在 AI 啊，或是摄影的工具技术这么普遍的状况下，好像人人买一台相机就可以说他是摄影师。那所谓专业摄影师跟素人摄影师，他之间的分界，呃，是不是越来越模糊了？你怎么看这件事啊？嗯，对，或许是呃说模糊，或许是也越来越清楚了。其实就没有什么分界了，因为就等于是很普遍的嘛。 那普及化了以后，就等于是一只手机的全民摄影了。那手手机就可以就可以把影像，说实在的，就可以拍的嗯有模有样的。那你说一台很价值很很昂贵的、很很贵的一些相机，它拍出来又又是怎么样？那个区别已经缩小，已经甚至会不存在了。那在这个当中呢，所以说呃，我们又再讲回来，就是说。 早期我们那时候，我、哦、在学摄影，我们是要先去当助理，哦，助理，他当学徒，然后就一步一步的这样子跟着师傅这样子，站着过来。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代，他呃全面性的嘛，所以说，嗯，一些年轻人他上来，他也也不一定是说，因为台湾的市场的压缩。 他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所谓的大规模的一个有有或者是说有规模的一个一个摄影公司可以去按照师徒制的这种方式去培养成去培养成长，成長嗯，对，所以说他就必须自学，然后自学就刚好就卡到这个时代的在 YT 啊 YouTube 在这些教学啊，所以说有很多就是会去从事这些平台，然后去教学，那他只能够从这个部分去去切入。 然后去入门，那再加上工具上面的门槛的一些降低啊，然后价钱方面的降低，那它就可以普及化了。那就是这样子的演变，然后甚至到手机现在也那么强了，那一直有这些广告啊，一些一些的产生嘛，那就让摄影生态来讲，它就变成是一个嗯，所谓的专业跟素人这个差别，嗯，几乎都没有。 几乎是在一般一般上啊，都不会有那么大的区隔跟明显。那会在于明显的，就是要你你就是要更专业的，更专业。就比如说、啊，真的是那一种大师啊，或者是说他们历练的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哦。那他们所最主要的是说，在后面他们里面的一些脑袋里面的思想的东西，那思想的东西，他。 那、啊、出来了以后，它就是一种创作啊，一种创作的理念，那、啊、这样子会去维持它的一个高度。嗯、所以其实它重要的差别是在它背后这个摄影创作的一个脑袋的想法、理念，甚至说，呃，它能够能不能传达出它背后的这个价值,这,个价值这件事情，不管是商业价值还是艺术价值,、嗯、价值，能不能去呈现出来，这个才是差异，因为。 像现在 A I A I 的工具出来以后，<对>我看那个那个 M J 啊，或者什么软体很厉害、欸，诶<对>，好像你输入什么东西出去，它一下就变出来了。对，所以说，都早期早期我们拍商业摄影，哈、哦，会有一些网拍啊，一些产品的东西，嗯、现在都已经是呃普及到说，我一一个白背景，我只要获取手机什么的，我就自动去背，我就自动有一些背景的加成，然后就进来我就行销了，很快速的，它不它就是一个商业模式了。 它不是在于一个所谓的一个，呃，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内心里面的情感面啊，创造、啊，创作这方面的部分，会会会分出来啦，就可能已经不需要所谓的那种搭景啊、摄影棚这样子。嗯、对，就可能我我找一个白背景，然后去背之后，然后合成，就是一切的成本都变很低这样子。对，会商业模式会两会变两种。那另外一种就是现在还是有搭景。 哦，比如说 MV 啊、电影啊这种层级的，他们还是搭景，还是很讲究的这些灯光。哦，灯光的设备也是这些专业的灯、专业的灯光设备啊、器材还是有，还是有，还越而且还是越来越精进，也是越来越昂贵。那、嗯、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求的画质，我们要求视觉上面我们所所要求的那一种感官呢、啊，是越来越的越越来越强烈。 所以说在，在呃，在艺术嘛，在讲到说说比较艺术层面的话，或者是呃，我们的一些生活品味上层次上面更高的话，那其实对影像创作者来讲，这方面的还是还是一直在提升。嗯，所以其实像刚刚阿汉阿汉有提到说，会不会各种成本越来越降低？我。 我自己是觉得其实不会，不会因为像我，如果我以我自己室内设计这个行业这边来讲的话，其实最早以前我们手绘平面图，我们就会跟客户谈图了，然后手绘开始要进到 CAD，要有全套的设计图面。到现在呢，没有看到三 D，他基本上会觉得哎不行啊，每个人都有三 D，然后三 D 开始要进入到动画，说不定哪一天，诶其实可能过阵子他说、oh. 动画不能做 VR，不能做呃配乐声光音响的话。 或是在里面有人跟你互动，说哈喽打招呼的话，哎，你这个模拟的还不够。那你说这些东西确实在制作技术上一直都下降，跟成本越来越快速。像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十年前为了去大陆提案，我做一个动画，其实我花了十五万台币，请人家帮我做了一个两分钟哦，两分钟不到的动画，花了我十五万。现在我们公司同事自己就可以在办公室里面画出来了，几天就画出来了。那 那你说我们有更轻松吗？没有啊，因为结论就是消费者的眼光被养得越来越刁了。对对。对然后那个高要求，就像摄影，我相信也是一样，因为现在人人能够有影像的制作，应该说做到七十分、八十分是人人都可以很快速的做到了，加上 AI 的辅助，那所以现在变成大家跟你刁那个九十九点九九，不然你就过不了关。对，所以在 AI 这个趋势来趋势来讲，我就举个例嘛，我。 我在一九九九年、两千年那个时候，我就转转数位，我知道那个数位时代的来临，诶、呃，这个是一个趋势，这避免不了，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就贷款，然后贷了哦两三百万，然后就买数位设备，然后这个必须的，因为我知道说这个一定要赶快学，然后他的他不是。 已经拍了底片，然后去冲片，他必须要拍的影像是进入电脑。那你电脑这一块你没有，你你没有这个这方面的知识，你是你是没有办法去补它这样子、嗯。对，然后呢<对>就就开始学。那我就是就是这样子的，这这个是正确的。就是说，也要告诉大家说，这个真的是一个正确的一个一个一个选择的方式。那你你没有选择。 好像我有一些同业的比较，呃，资深的，他没有选择，他就收起来了，他就淘被市场淘汰。嗯、你有选择的，到现在都看得到，就是会再继续。然后数位时代走了近近二十年，哦，他的转变，然后现在又来了一个所谓的 AI，哦，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转变。那我想这个趋势是是一定避免不了的，他一定会。 会会会往这个方向去，就是可能像以前是底片，那近二一二十年就是数位，数位那可能未来一二十年你觉得会是 AI 这样，就是 AI 了，嗯，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预想得到、预测得到的一个一个趋势啊。那我们就是说，我觉得也也没有什么，这很好啊，它就是一个很蓬勃的一个一个形态，然后就是一直发展下去这样子。 对啊，今天非常感谢福明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影像这个历程。其实这个东西一直在演变，就像刚刚福明提出一个很好的观点，叫做其实已经你说素人跟专业的分际，其实某种程度上在新的科技不断推出上面来讲，大家又是回到一个呃，我不能讲完全一样起跑点，但是其实是接又拉近了一个接近的呃重新学习的状态。 那其实一直不停的让自己精进，<是>然后重新学习。我相信，因为专业者他背后有很多的经验跟知识，他重新来接触新的技术的时候，他的速度跟他的学习成长曲线其实会比没接触的人更快。那大家一直在跟时间赛跑，一直让自己不停的进步。对，其实过一段时间，也许又拉开一个差距。哎，那时候又有新工具出来，又要再开始继续。哎，这样好累哈！我们要永远在不断的持续。 一直永远永不间断的学习才能够，这是一种生活的快乐的一面嘛。嗯、那我我有想要一小小点的一个补充，就是说我想讲的就是说，呃，在在我们自学里面，在我们自我自我充实的,的过程当中，我想，嗯，摄影师蛮重要的，除了就是要多拍多看以外，他的。 呃、嗯，必须要就是说，我透过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旅旅行跟运动，就是说旅行这个部分能够去让我拓展这个视野。那我这这近十十年多了，呃，从二零一二年开始，我就跟着设计师，然后他们会组团跟着建筑师组团，有一些建筑的参访团，然后会到世界各国去看建筑、看空间。 那这个这方面的知识的含量量，呃，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吸收。然后就是说，嗯，在我们要从事一件专业的领域里面，然后透过不断的去去学习、去看，然后跟着这一些呃前辈、先进啊、设计师啊这一些，然后大家互相的一些交流，然后会让自己更充实。呃，这这是我小小的补充这一点。 对，然后跟苏林呢，很谢谢，谢谢苏林设计师，呃，总监啊，今天来邀请我来来做这一段的那个呃聊天呐、啊，那那我们都是老战友，我一直很喜欢跟他讲说，我们是老战友，一直就可以这样子持续的这样子，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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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下去这样子。 真真的是啊，这十年我没有找过别人哎，我都他钟情于你这样子，<laughs> 每次主要的作品完成的时候，我都要拜托福明说，那个可,可以帮我排个档期，因为因为你也越来越难约啊，你的时间很满啊。但是福明都会说，<laughs> 沒有沒有哎，没关系，时间提早告诉我，我都会想办法帮你排出来。然后說非常非常感谢福明这样一路上的支持，让我们的呃作品也是一直在转型不同的面貌出现嘛。对啊，然后我也看到苏林是哦，不断的努力，好厉害，现在还可以。 呃，做直播，然后除了本业的设计之外，但也是呃，不能够落后于于人吧？哦，就开始直播啦，技，录录录,录影、录音这样子的，去去接触这些新的东西，真的是要好好的向你学习、啊、没有没有没有，大家一起啊！而且像现在也有我们阿汉来帮忙很多。 年轻可，年轻有为，年轻有为，对对对，哎、欸，他其实不错啦。他那个除了上班时间的话，周末都在进修、欸，哎，哦，对对对，我上礼拜，<是>我这礼拜六日有去上课，因为我知道，我我都有固定称赞你、欸。上上上什么课？<laughs> 其实他真的不错啦，他很认真在、oh, 在进修。摄、那個、影跟修图的东西，对，那改天真的要要变成来，所以嘛，所以说这年轻人他在上进，然后会去上这一些课程，所以说搞不好不一定是说呃都是来。 跟我学习，搞不好我都要向他们学习耶。哎，嗯，其实是哎，我真的觉得学有所长，其实不是说呃哪一个就你就永远永远就是一定谁跟谁学。其实，在很多事情上面，呃，大家在不同方向面一直跑，那互相去互相学习的话，其实整体来说会更好。这样子是是是对啊。那今天非常谢谢福明还有我阿汉。 一起来做这一集，我们来聊聊摄摄影，好跟 AI 这样的一个技术跟它的呃，我们台湾这种设计师作品的一个演变。那我觉得这集其实讲到后面都，都这个结论呢，应该叫做我们其实要不断的持续精进，因为这个时代跟技术真的滚动的很快。然后我觉得我们三个都算一直都在往前跑了。 所以我们应该是不用担心的。对对对，我们一起加油努力，努力学习。谢谢苏林，谢谢阿汉，<laughs> 谢谢大家，谢谢布克斯。好，那我们下次见哦。那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要帮我们按那个右上角有一个订阅，然后啊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好，我们下次见，拜拜。